做台式泡菜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用盐杀青的过程，然后大致上的把它剥开。现在先放盐哈。那胡萝卜呢，它也是会需要杀青的食材，所以我们也把它丢进去。像现在盐啊都已经充分混合了。不过我们杀青需要一段时间哦，在这5到10分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先进行下一步。那个玻璃罐拿去做消毒。台式泡菜的时候哦，我们要制作一个糖醋的腌制水。白砂糖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第二个要添加的食材是白醋水。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把这个糖全部搅拌，让它融化。那我的秘方是这个啦，我会放一些话梅进去。甘草粉，把这个葡萄干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一边等待那个高丽菜杀青出水完成。10分钟经过了，台式泡菜呢，这个已经过了3次水，然后它的那个多余的盐分已经洗掉了。泡菜把它放到这个刚调好的出水里面。台式泡菜的时候呢，它的科学原理并不是乳酸菌发酵，它是靠的是这个渗透压，它会让这个高丽菜里面的水大量的被洗出，它就会变得比较软，所以呢，这个糖醋水的味道就很容易被跑进去。酸酸甜甜的台式泡菜就这样被完成。我是史达鲁，我支持食育理念，吃在地，趁当季，爱土地，不浪费，亲手做，乐分享。